10:20，车停在这个停车场，经过海园步道的登山口，等等的目的地在这儿，这就是石花洞啊，美丽的渔港画。鱼缸、福林宫，这是鱼头角公园首间。没有蓝天，但是这样的景色也是很棒。第一个海石洞洞口的正面，真的是秘境，而且这是一个海石柱耶，很壮观耶，你看，哇，就在这儿，仔细看这边有这个绳索，这边踏上去，攀岩上去哦。手登山杖，拿出手套。再往这边爬上去，就这样，从那里爬上来这个等腰的线。那个就是军营，好，那我们等等会去那儿，继续走这个腰绕，然后看着这个海洋，实在很疗愈。旁边有个象鼻岩，那回首来时路。等等，就是走到那个女生那儿的平台，
走到这个平台。再注意看这边有没有，等等，就是往这边登爬，很多人哦。一个美食洞，萤火虫吗？好大一只哦！哦，这里还有一只耶，在那边有个拉绳。去海石洞野个餐好了。离开这个水帘洞，海石洞。钻进去耶，直接要去咖啡那里，一道岔路，翻爬一段拉绳，有点陡哦。真的很奇特耶哈，这边有人，那我们小芒草过来。啊，我这个是很壮观哇，那幸好我们离开了，这一群人过来也是不得了哎。继续走，这边有个冈萨，那我们要这样走，走到那边，很特别哈、哦，拉近看看，很特别。远方三层，一层一层的，然后呢？有人在那儿海钓浮潜，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景色，无敌美。这里爬上去，往这个洞上来。就是步道的终点呢，鼻头角灯塔的步道终点。Yes yes， 啊，好可爱的天线。
道的终点，看得到要下去鼻头角的那个小阶梯。重新刷了的灯塔，哇塞，好勇猛哦！啊，加油加油，就快要登顶了。但是呢，登顶之前，来，你看看，真的很美耶！哇，哇，百万风景，海天一色。再继续往独立峰往上登，是成功，就是这样一个顶点，360度的环境视野，脚软哦，背包在那儿，现实人的一个木栈桥。第二个栈桥，第三个木栈桥，过崩塌区，那么就钻吧。好久不见。这样一出来就到了这个冷谷步道的岔路，往上走，全程 1.1 公里，天涛咖啡就在眼前。这种阶梯不怎么有趣，抵达天涛咖啡，听涛赢到了。刚刚我看你，你看我的地方，我们抵达听涛赢。上个洗手间，休息一下下。抵达。凉亭，回看刚才的来时路，刚刚经过的海岸，一个高架的栈桥，要挥别这个海岸了，换到鼻头角渔港的方向，直接往渔港走。
垂直向下。看到渔港了，最后一段下坠，进入社区新兴宫。回走一段马路，1:53回到停车处，结束，耶、yeah！